台媒报昆凌6月8日早上剖腹生下儿子，母子均安。一岁多的爱女小周周升格当姐姐，周杰伦赶紧回台陪她生产。有媒体求证周杰伦公司杰威尔，对方回应谢谢大家关心，请大家别急，有好消息相信夫妻会自行公布的。据悉现年23岁的昆凌因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致生子计划延后，之后吃中药调养，并从医生的建议下总算怀上第二胎，于情人节当天宣布了喜讯。